我是热恋派对的公关小天使的善变，我是 Bibi， 我是 Emma， 我们将于8月22号与大家相见哦。那当天我们也会提供最贴心、最专属的服务给大家哦。活动当天还有许多精彩的表演，还没购票的要赶快哦。我们热恋派对不见不散。